来看黄安的政绩，疫情指挥中心要求新北市府都要提出正式报告。新北市长侯友宜讲，会照规定办理。黄安的爸爸是希望中央会当用公权力摕到花香的通联记录，还原真相。黄安的老爸继续伫咧追查黄安救护过程的真相。伫进前，新北市卫生局副局长柯朝廷的感性被人表出，伊讲担心病人因误就医的情形阁发生。和恩恩老爸认为，新北市卫生局黎明知影会误就医，要求市府讲出真相。面对政治，疫情指挥中心要求新北市政府提出正式的报告。新北市长侯友宜离开被问到这件代志时，阵讲照规定办理。因为公文来了，我们能够让这个报告把它写完整一点，再交给中央吧。那会给恩恩爸爸吗？我想这是中央来函，要昨天已经出文了。好，因为我看这段时间哈，有一些事情就不管是时间序什么都蛮混乱的哈。那可能有一个正式的文哈，那大家将来在看这事情，可能能够在一个比较公平的角度。我该关心新北市政府要交予中央的这份报告，是不是提供予家属，或者是对外公布？侯友宜无正面回应，只敢讲是中央来函。对此，恩恩老爸无意外。公布五万新北市政府公开报告，是希望疫情指挥中心透过中央的公权力，摕到相关的反向通联记录，可以了解代志的真相。从一开始愿意全力协助，到资料缺东缺西，到后面录音档不肯给，到后面完全以不同不相干的司法，然后做进行盖牌的动作，到现在是完全的摆烂失能，然后完全不想理会任何诉求。他资料不给我，我都觉得是很正常。针对新北市政府向中央汇报恩恩送医的过程，恩恩老爸质疑新北市政府可能暗看真相，并无确实传达恩恩已经唔知影人昏迷的情形，一直到代志爆出了，才一直讲白出。所以要求侯友宜卖个提基层人员来当，要确实解决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